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集结最受关注的新生代歌手，共唱同一首歌进行比拼。新人唱老歌，老歌新唱法，谁的唱功了得，谁的曲风独特，谁的演绎精彩，谁是你心中的年度冠军？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收官之作，重磅出击。你长点心呐、海燕，把心放到歌词儿上。我觉得啤酒里应该再加点料，比如说张磊。开心歌迷会经典歌曲我全会，你们会不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开心歌迷会的录制现场，我是张磊。欢迎张磊。也欢迎各位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尼尼格买提。今天的开心歌迷会似乎跟以往有一些不同。对、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舞台呢、将变成一个我们所有歌迷的主场。是，一些歌迷呢将会登上这方舞台、来挑战专业歌手。哪里来的歌迷胆子这么大？哎，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勇气可嘉，因为挑战专业歌手其实还是具有相当的难度的，相当难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俗话说得好，术业有专攻，强项各不同啊。其实我们的专业歌手虽然他们唱功非常了得，但是面对今天我们五花八门的题目，他们不见得都能答得上来。这样，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三位挑战者，好不好？好，看看我们这三位勇敢的歌迷他们是谁。欢迎他们。欢迎三位超级歌迷来到开心歌迷会的现场。看来今天他们的情绪也非常高啊。哎呀，这样心里踏实多了。两位美女夹着我哈，来、再次掌声。没关系，来，美女先自我介绍一下。别大家好，我叫于新月，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啊，你今年多大了？你猜。没办法，我必须把这个位置让给小尼。对，哎，这样才舒服点哈。来来，欢迎我们的第一位超级歌迷来到开心歌迷会。欢迎。还有一位。大家好，我叫张小敏，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张小敏。电影学院学习什么专业？导演专业。导演专业。以后来下一位。大家好，我叫李素，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被他管着，我是演员。哦，我发现啊，今天他们出场的时候已然已经具有了巨星的气质。我觉得此时此刻有三位朋友心里开始发毛了。对，哪三位朋友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位超级明星。对，我们有请三位专业歌手登场，掌声欢迎。来，哇哇哇哇哇，掌声欢迎歌手何静、歌手李美儿以及歌手阿木。欢迎三位著名的专业歌手。你们这干嘛呢？何静，何静，来来来，我必须要问问你，来来，你在那找什么呢？你看我后边，我在
扮演一个美猴王，为 Rose 和杰克护航。啊，你是那美猴王？对。Rose 和杰克骑在你身上去远航。母的美猴王，母的美猴王，才母的呢。是我这儿，你看，扒拉的还远远一点，远一点。你们今天呀、啊是来唱歌的，是来搞你们自己音乐的专业的。咱说点专业的行不行？听到了刚才我们三位普通歌迷出场的方式，你们都听到了吧？呼声很高，此时此刻心里作何感想？我觉得我这个人挺笨的。我觉得我希望他们这个年轻人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哎，你发现了没？何静现在开始以退为进了。对。现在打谦虚牌啊，这点小伎俩张磊都看出来了。对，大家能够支持我们队，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忽视何静。有请你们的对手跟你们同台登场好吗？来，有请。第一关呢叫条件猜歌，那具体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呢？规则呢就是我们每首歌呢，我们会列出这首歌产生的背景和一些条件和相关的资料，然后两方队伍呢就按照我们这个提供的情况呢来报出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谁先知道就赶快迅速按下你桌前的抢答器。好了吗？两方请准备迎接第一题的挑战。好，第一题的第一个条件是，这首歌和南泥湾是同一位音乐家谱的曲。好，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这首歌从歌名到歌词都充满了力量。力量。第三个条件，在歌声当中我们能听到欢快的劳动呼号。还不知道。嘿，你别瞎捣乱。第四个条件，这首歌描绘了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热烈场面。专业歌手队，知道了。我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请说出正确的歌名。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到底对不对呢？来，我们一起听听正确答案。掌声鼓励我们的专业歌手队，拔得头筹，好吧？来看看，第二题，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第二首歌的相关条件和背景是什么？请听，这首歌的歌名只有四个字，描述的是一个时间状态。第二个条件，这首歌当中有陕北民歌的元素。第三个条件，这首歌曲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听起来还是很好听。三个条件了，都没有抢的。最后一个条件，歌曲描绘了军事训练后的愉快心情。打靶归来。打靶归来，对不对？对。你那么信心啊？对。军事训练回来以后的歌多了去了。对，看来你怎么干扰都不行。来，我们听听，就一个打靶归来，来听听。一听这歌就特有气势。你会唱吗？一起来。好。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觉得何静你有点像黄鼠狼给击败你。你不觉得我很大度吗？我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看到这个超级歌迷得了一分。对，我们这个专业歌手这边明显有股醋味儿。对，小宁啊，我们其实刚才已经猜出来了，就是想把这首歌让给他们80后的，让他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当初在他们刚刚出生的时候这首歌的
这个创作的这个基础是什么样的感觉。何静无形中暴露了自己的年龄，来掌声送给他。我发现刚才唱的时候现场有很多的朋友们在一起唱，这种感觉特别好，我们继续把唱歌进行到底，请听第三题。第一个条件，这首歌曾经出现在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中，这首歌是著名音乐家贺鲁汀的创作的歌曲。我们这儿已经按了，按了，已经按了，也按了。就第一个条件，你知道我们要说的是哪个吗？我问你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哇，何静。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张嘴就唱错了，不是这首。不在云下，肯定是这个。也不是。现场保安维持一下纪律。你是哪位？游击队之歌。恭喜你们回答正确，一起来听这首《游击队之歌》。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还有两道题目。对，那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是2-1，歌迷队呢明显领先一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给这个专业歌手队加加油。来，掌声在哪里？谢谢。好，那接着来看下一题，请听下一题的条件。第一个条件，这首歌的歌名和一种动物有关。第二个条件，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就会想到空旷的远方传来悠扬的声音。我是在捣乱。你那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好，专业歌手。鸭子的声音吗？鸭子的声音是从空旷的远方。我觉得鸭子的声音也不悠扬嘛。马上来听第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来，很多著名的歌唱家像李双江、蒋大为都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曲。李双江、蒋大为都唱过这首歌曲。动物不一定是动物它自己叫啊，我只能说它的歌名和一种动物有关。好，歌迷队。驼铃。驼铃，你知道驼铃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大家知道吗？导演这个时候想起，来，我们一起有请电影导演，未来的第八代电影导演。对对对，张小敏张导来说一下。不知道，这部电影刚才听到观众席当中有人说出来了，是戴手铐的旅客。旅客，对，当中的主题曲《驼铃》。来，我们一起听一下正确答案。送战友，他真诚，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心。我们唱了，对对对，我觉得都是我们唱的。这个美儿不说，我觉得我也要提到这个，是因为我要替我们专业歌手队呢打抱不平。那虽然我们的歌迷队猜对了歌名，但是完整唱下来的是我们的专业歌手队。专业歌手完整唱下来了，对。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的专业歌手队也应该加分，对不对？我们的规则是，我们的规则有这么不正规吗？说改就改。那我们就还改了，两队各加一分。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场的比分应该是3-2，对不对？3-2，没错。3-2，好。还有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
第一个条件，著名歌手韩红和他的母亲都曾经唱过这首歌。哎，韩红他的和他的母亲都曾经唱过这首歌，大概能想象是。有人要抢答吗？好，哎呀，专业歌手队。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就这个。这真的是没话说了。对，专业歌手不愧是专业的。好的，哎，一起来听一首这首歌吧，好吧？嗯，北京的金山上。小宁的面前，因为现在场上已经打成了平手，3-3平了，是不是？对，3-3平了。嗯，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这游戏结束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惩罚，总得评出一位来，哪一队来接受惩罚？这边选谁？啊，这位女孩子啊，心月对吧？心月，这边呢？啊，何静。何静，来，掌声送给二位。我以为阿虎说是我啊，何静、啊。嗯，那么究竟判定谁来进行小小的惩罚呢？那我们就利用自古以来国内国外都流行的一种最公平的方式来进行胜负的判定。矛盾争端器，矛盾解决争端器。配丁壳，来，二位准备好。三局两胜，来啊。那谁喊？我来，来，石头剪刀布，好，一，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1-1，石头剪刀布。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杯子，这是一瓶醋，大家说多少我就停。好懂养生啊，你们。大家说停我就停。你们还不喊停啊？大家说停吗？停吗？啥？他们说到。啊，小宁，小宁，你要再不停，那兄弟上来都要打你了。恭喜你，祝福你，谢谢。哎呦，太棒了！你真喝了？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不，但是我觉得关键接下来的比赛，小尼你就要偏袒我们的歌迷队了。是是是，因为他会醋劲儿大发的。我们俩都有醋味了，现在醋味相投。相投，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两队成员，谢谢。爱仿佛在天际，我告诉我自己，在这个温馨里。我从第二环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比赛环节？这一环节跟上一环节一样，也是要猜出歌名，但唯一不同的是要通过关键词来判断歌曲的名称。嗯，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关键词呢都是摘自这首歌其中的歌词的一小段、嗯、或者是一个字。请听第一题，关键词分别是祖国。好，第二个关键词是80年代，有感觉了吗？歌词里有80年代，来，专业歌手队，他们已经按键。还是猜歌名吗？哦，歌名是，歌名是。他按的，我来，你答吧。哎呦，起内讧了、啊。你们俩商量好了吗？一条大河。歌词里有一条大河。那歌好像不叫一条大河吧？我的祖国，有80年代吗？四个字。来，再来看下一个词。嗯，来下一个关键词。
下一个关键词是这首歌当中歌词里有朋友。好，来，专业的歌手，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回答正确。如果只是只靠阿木的话，恐怕这首歌就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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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首歌关键词认真听好了，这时候我们的歌迷队要加油了，好吗？第一个关键词，离开。嗯。歌词里有离开。第二个关键词，泪。泪。眼泪的泪，泪。离开了就要流泪。第三个关键词，风雨之中。哦，这已经很明显了。离开，泪，两边有没有什么歌？最后一个关键词，冬季。谁的亮了？齐秦的歌。专业歌手队。歌名是？说不出来，是要。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离开泪。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这首歌叫什么？冬季。美儿。叫冬季啊，大约在冬季。大约在冬季，对。哎呀，这费劲的。给我急的呀！我说他们好不容易按对了，再答错了。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大约在冬季，恭喜我们的专业歌手队！恭喜恭喜！这一环节他们。哎，心愿也学会了，恭喜恭喜！能不能检查一下我们这是不是坏了？没问题。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0。好，我们的专业歌手队暂时领先，没关系，后面还有三道题，我们完全可以追上来啊。好，来，请听第三题的关键词，歌词当中。我觉得第三题还是专业歌手队赢了。那不见得，不见得，不见得。好，来，第一个词，天上星。天上星，天上的星星，它美的不是这个啊啊！我觉得某些人要答不出来，真是不应该。好，来，第二个词，温暖。哎，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表情。我尤其看到这个人的表情，我真的是好，我真的是很着急啊！好，何静。鲁冰花。错，来继续。第三个词。哦，我要提醒啊，专业歌手队，如果再按再错了，就要扣分了。对，嗯。第三个词，真心喜欢。哎呦，我真是替他着急啊！哎呀，我急死了！这姐们太不给力了。为什么不是这哥们儿？海燕呐，你长点心呐！啊，第四个词，听好了。海燕，把心放到歌词上。心窝。就差最后一个词了，他要再不站出来，我真的觉得有点。这不能吧？这都已经很明显了。都唱了那么多遍了，不就那首吗？就天天在台上就唱那首。第五个词，火焰。冬天里的一把火。
啊、你都快急死我！我唱过，我唱过，都跟你的一把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是我们的金美儿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对，所以说这首歌呢也给他带来了好运气，让他首次登上了春晚。之后在这一年当中，刚才在台下他还说他在舞台上不停的在翻唱这首歌。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关键词，他就木然的在那里。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要代表观众朋友，要让金美儿站在这里给我们清唱一段《冬天里的一把火》，好不好？哎、我需要两位主持人给我伴舞，好吗？好的。来，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就像那冬天里的哎呀对，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你，你们在尤其是金美儿在第五个关键词出来才答出这道题，实属不应该。是啊、不好意思，我以后会尽力的，以后会努力去背歌词，不会去那个条件反射的去唱。那这样吧、作为我们专业歌手、好吧，又是我们何静一直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怎么着？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惩罚，让他们记住这一次？把那一瓶醋都拿上来。咱们把那一分给歌迷队怎么样？好，也鼓励他们一下，好不好？同意啊，可以吗？太好了，太好了，好了，好了，我愿意给歌迷队。你们歌迷队觉得这天上掉下的馅饼有点不敢相信。你们好意思拿着一分吗？别客气，别客气。拿着呢，哎，看到什么是导演了吗？就得这样啊。好，现在我宣布一下场上比分，经过特别严格正规的比赛规则。我们现在比分是2-1，对，是吧？对，非常的公平，我觉得你公开公正，不适合做那个考官。没有，我会平衡，心太善良了啊、主持人的功能就是平衡嘛。来看下一题，来来下一题，来，第四首歌关键词第一个词，夏天，夏天，80年代的歌曲啊，80年代的歌曲，没人说是吗？第二个关键词，心底。好，没有，别急，别急，我们是按的呀，人家不一定能答对，你就给他提醒了。对对，抢到答题权的是我们的超级闪亮的车迷，粉红色的回忆，粉红色的回忆，就一个词儿就粉红色的回忆了。后面还有什么词儿啊？悄悄过去，下面还有甜蜜啊，心底呀，心底就不告诉你。还有啥词儿？不是小明，我觉得我刚才犯一错误。怎么着？我刚才不应该把我们专业歌手队的那一分给他们。自打这个送分儿，这阿木就送习惯了啊，都开始送歌了。把这歌名，直接把答案就。但我相信这首歌，我不要了。但我相信这首歌，我们的超级歌迷也应该是特别耳熟能详的啊，对吧？一起欣赏。哦，会唱的一起唱好吗？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要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你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唱够了吗？一言我一语都在我回忆。其实我觉得以前的歌真的很好听。对。场上的比分是第二环节比分是2-2，还有最后一道题决定胜负。第五题，第一个词是
浪漫，有感觉吗？很浪漫。第二个词，摇摆，摇摆起来了。你说这个环境啊，那么浪漫，啊、怎么还摇摆呢？对啊，你说应该是静静的两个人在一起。好，有按了，按了我们俩还在这沉浸。对，我们俩沉浸在浪漫的粉红的回忆。你让我们沉浸一会儿行不行？是挺浪漫的，是最浪漫的事儿。继续。这就是最浪漫的事儿。这首歌当中必须有这两个词。对，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摇摆。变老是坐在摇椅上。对呀、啊，确实是摇摆。没有摇摆，只有摇椅。嗯，这答错了啊！对不起，还要丢掉一分。那不一定他们就能答对啊。好，第三个词。对，周末。浪漫、摇摆、周末。周末，第四个词。赶快啊！第四个词，来听好了啊！哎，我们亮了啊！有了。你就剩一分了。青苹果乐园。对，肯定是。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园里来，欢迎流浪的小孩。浪漫，浪漫。浪漫后面有，后面有。来，后面有没有？我们听一听。来，青苹果乐园。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呈现在人海去尽情高彩。现在我们的五道题目都已经答完了、来看一下我们两队的比分情况。好，来看到我们的比分应该是又平了，2-2，刚就不应该扣分，2-2，哎呀，我们不能再用国际惯用的那种方法来决定胜负了。没错，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喝吧，就是刚才我怜香惜玉的那位已经喝了一点醋了，对，所以我觉得让我们的专业歌手也尝一尝惩罚的味道怎么样？好的，因为他们今天虽然两个都平了，但是他们有一次抢答答错了，所以应该罚你们。哪位勇敢上前接受惩罚？什么呀？喝醋啊？喝什么？我拿过来。来，对，这位帮我。你真的是啤酒吗？那个金美儿来，对。啊，如果是啤酒的话，你能喝多少罐？我来吧，别别。哎呦，你别装了，阿木。真的，我来。哎，你真的不行。金美儿主动承担。其实我觉得你就太实在，你应该这样，来，我来吧，然后阿木再，咱俩演一下，来，金美儿，我来，哎，我来，你来，这就对了，还是你来了啊，金美儿太实在了，这样，好，不吵了，安静，看看这个啤酒有什么不同，真的是啤酒。真的是啤酒啊！我觉得这个，哎，为什么金美儿这个拿一下？为什么就喝半杯？这个我跟金美儿熟啊，我怎么对她那么的残酷呢？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让歌迷队喝的可是醋啊！啊，所以你觉得怎么着？我给你再加点吧。所以你觉得应该增加难度是吗？对，我觉得啤酒里应该再加点料，比如说。甘磊，我只是今天才看见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何静，这个比赛太重伤了。我必须解释一下，刚才你站在后面，我只是说了一句，太欺负人了。鸡蛋是从这里拿出来的。那个哦，金美儿，你真行。不是，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我妈呀是一位歌唱演员，多少年的经验，她说啤酒加生鸡蛋有力开嗓。刚才美儿还主动请缨。看来平时酒量可以，但是啤酒加鸡蛋我真没有喝过。纯爷们儿，没什么感觉。醉了，但是第一次喝到啤酒加鸡蛋吧，感觉怎么样？不错。
有没有觉得嗓子开了，飙有高音，高音高音，青藏高原。我觉得那就啊，起高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下就开了。不得不说，我觉得刚才这个行为也可以有一个歌名，就是听妈妈的话，在家里头听小迷妈妈的话。当然，这是开个玩笑啊，小朋友在家里不要轻易的模仿，因为这个会有大量的这个细菌繁殖，对身体相当不利。来，掌声送给金美儿，谢谢。谢谢。爱仿佛在天际，我告诉我自己，在这个温馨里，我从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陪伴。经过了两关比拼啊，我看双方的实力真是不相上下，难分伯仲啊！一个能喝醋，一个能喝啤酒加鸡蛋。对，而且酒量真的相当可以。是。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第三关。第三关呢，同样是猜歌名。嗯。但是呢，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不再出题了，也没有关键词，而是需要用你们的耳力来听。我们会播放一些歌曲的音乐，但是这些音乐声呢，会忽大忽小，你们要根据这些断断续续的片段来判断这是一首什么歌，然后迅速说出它的歌名啊。等于说我们那 CD 机坏了，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对，大家判断。好嘞，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关。好了，来，我们一起聆听第一首。美了美了，好，这边不，来，抱歉，超级歌迷队，来，歌名是梅兰梅兰我爱你，梅兰梅兰我爱你，来，我们一起听一下正确答案。梅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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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你像梅花招人迷，你像首歌，来听音乐。他们说初一的你何时不及一个红尘。好，请专业歌手队，请尽量说出歌名。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滚滚红尘，滚滚红尘，对对对对，滚滚红尘，对吗？来，我们一起听一下正确答案。来一来去难聚，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咒。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谢谢我们伴唱团以及我们所有嘉宾的精彩演唱，正确答案的确是《滚滚红尘》，1-0。来，我们继续听第三首歌。好。我要是忘记。好，专业歌手队，我都没听到。爱上一个没。对，就这个。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连的。
对，你就听过那么一点儿，断断续续。你听到什么了？太熟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告诉我那是谁？林忆莲。好，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不挖别人隐私的。是，但我挺想知道的。哦，好吧。回头再聊吧。好吧。来，听一下正确答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怪不得这一关开始之前，金美儿就在那里说太简单了，我觉得这个生鸡蛋没白喝，所以要听小尼妈妈的话，对，比较精神抖擞。回头跟我妈聊一聊啊，我妈挺想跟你聊一聊的。是吗？来来来，来听下一首歌曲。我生病的哦，好，专业歌手队。同桌的你啊，不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听一下这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眼中的兄弟，总是猜不透我手里的硬币，摇头说他还是你。好，四首歌曲过去，现在场上的比分应该是3-1。恭喜恭喜！我觉得希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和专业歌手队没学会别的，就是学会了这种虚情假意的祝贺，学会了笑里藏刀。是，好吧，来看看最后一首歌能不能勾起大家的回忆啊！来，一起聆听。认真看，爱过了你。行行行，按坏了，按坏了。可贵了，这个你赔得起吗？那边先听他们说是什么歌名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张导，你终于发话了。一晚上你既没拍板也没唱歌。到底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一起听一下正确答案。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为我们的超级歌迷队送上一分掌声鼓励。这一分是送上了，但是还是相当的可惜，因为现在场上的比分应该是3-2，所以呢我们的超级歌迷队还是处于落后的位置。对，落后的位置。那按照以往的规则，他们还是要接受这一轮的惩罚。猜猜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瓶醋。错了、刚才导演跟我说了、说是一瓶酱油。酱油换了是吗？对，酱油。酱油喝了对人体有害吧？对，而且是在唱歌的状态下，基本上就是对自己的嗓子完全。哟，那可怎么办呢？喝完就这个声音了，就是。你确定？这是老抽还是生抽啊？来来来，酱油你也要喝吗？喝吧。
听到这个清脆的声音，大家都知道了。我觉得接下来接受惩罚的小素要喝完满满一杯的可乐，好不好？然后再加鸡蛋吗？到满了，马上。你怎么那么狠呢？哎，这会儿俨然不是何静说的恭喜你，这才是他的真面目。没满，哥。哇，整整一大杯的可乐，只卖380，气吞山河啊！而且你看他气定神闲啊。这叫喝解渴，气吞山河。不加鸡蛋，也不加醋。它喝下去是水，没有吧？你的气全堵在这儿。那个，好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比赛结束之后，哪一方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呢？好，胜利的一方，他就是专业歌手队。专业歌手队，恭喜你们。谢谢，今天我觉得掌声送给专业歌手队那是应该的，理所当然。当然，实至名归。更多的掌声也应该送给我们的这些超级粉丝，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专业歌手才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对不对？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用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超级歌迷队。谢谢。在这里呢，再次恭喜。恭喜我们的专业歌手队，他们将获得的是国内旅游机票一张，每人一张机票。恭喜你们！当然也欢迎电视机前有音乐梦想的朋友们，我们的粉丝，我们的专业歌手来到开心歌迷会的舞台上进行挑战，我们热烈欢迎你们。还等什么呢？来到我们的舞台展示您的歌喉吧。好了，最后就让我们在一首非常好听的《青苹果乐园》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夜夜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正现在，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 today， 接受这样I love you， 左手角落的黑暗，风筝都给我全部的爱。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轻轻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夜。